消防局动员救人等待的家属焦急。消防署的最新统计，近五年的全国溺水事件平均每年约有902人溺水，其中死亡的年平均就有536人。如何减少溺水悲剧，增加救援的成功率是其一。台南市消防局最近就有个新战力报道。 拿着橡皮艇出海要执行救援任务，只是这次先下水的是他。水下机器人开始水中寻人任务，透过装载的配备，让水上的救援人员能够掌握水下的状况。这一台可以搭配5公斤的水下相关设备，像它可以搭载定位声呐，或者是高清摄影机。其实它已经有。 前后左右已经是个我们可以看的影像，其中前镜头是可以做一个录影或者是拍照的一个动作。水下机器人在水里能够360度旋转及自转，高效率无刷八轴设计，在水里可以进行拍摄及探勘，单人就可以操作。台南市消防局率先引进使用，就是要借由高科技设备的辅助来提高救溺效率，也降低救援人员的下水风险。不过同时也强调，主要还是会加强宣导来。 防止溺水的发生。华视新闻刘汉生、邱君平、许文南，台南报道。